然后过去看一下。先围一个，先围圈再倒水会比较安全。我也这么觉得、欸。我反正我先弄一下。有人说女婿是不是？去了之后就说，哎、欸，这是我未来的女婿，不行这样啦。哦，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找到真爱，好吗？你们不要这样子。我因为我跟秋风过去，然后你们两个就强迫我们两个人入赘。好，不要这样子。哦，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找到真爱啦，真爱无限嘛，对不对？虽然很多人说真爱是假的啊，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真爱，但是我还是相信有真爱的。你们不要这样子抹灭我们两个人心中，好吧，宅宅的这个唯一的梦想了，好吧？我们真的很想真爱一下，当然虚情假意的爱也是可以。但是，哎呦，差点掉出去！哎，为什么怪怪的？哎呦，哎呦，哇哦，哇哦，哇哦 ，baby， 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！我先把一个垫出来好了，不然这样有点危险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这样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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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氧气喽，吸一下，吸一下，啊啊死啊死啊死！哦呦，给他吸，给他吸，哦哦哦哦哦哦，好，再来 ，OK OK， 好，好啊啊啊！哎呦，好哈色啊，哈色啊 ，OK OK OK， 好，等我下 ，OK， 安全，不要在那边移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，被顶住 ，OK OK OK， 好，张哥没问题，了，哎，这为什么一直被吸过去啊？哎呦，差点到前面去 ，OK。好了，这样安全，这样安全了啊、哦！吓死了！惊喜啊，惊喜！嗯，我看一下，我把这边先堵起来，还是这样？它是流出来了吗？上面好像有一段是流出来的、啊，那我们先把它弄过去好了。有人只会抽干爹吗？应该不会吧，因为那个是 YouTube 的活动啦。那我是不希望说，就是只有干爹能够参加，就是说希望大家都能够参加。不过我还是会留一些特别的奖品，就是专门送给干爹的，因为干爹就是这样支持，真的是让人家非常非常的感动，好不好？还是会留一些特别奖品啦。但是那个活动的话是没有限角色啊、哦，就是你不管说任何人，新粉丝、旧粉丝啊、哦，只要你来参加，都有机会可以获得。但是就是说那个活动只限台湾本岛，好不好？那其他的话，住香港啊、哦、或者说内地啦，还是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啦，还是住在国外日本，不管住哪边，好，美国都可以，好不好？都可以参加，都没问题。其他的都可以啦，其他都可以，但是只有那个活动是只有限台湾而已。今天画质很差，我明天的画质很差，为什么画质很差？奇怪啦，怎么了？有时候曾经当过干爹的呢？这个这个嘛，我不太清楚啊。这个我其实不太清楚。反正到时候看啦，因为能够送的数量有限啊，不要先看一下数量，再决定说要送给哪些人，然后送多少这样子，对吧？因为你不可能说我只有20份，然后每个人都要，那怎么可能啊？对不对？不可能啊。嗯，也是有数量限制啊。住在奈及利亚一样送啊，反正我寄那个国际包裹啊，只是你要不要收到，那就是你家的事啊。你如果乱填地址，那就只是浪费我邮资哦。那你也收到礼物，是不是？浪费一份礼物。对啊，浪费一份礼物。好啦，这样应该是 OK 的。你有调什么画质啊？我没调画质啊。为什么感觉变得好3D 哦？很3D？ 没有啊。有啊，感觉画质又变更好。没有啊，这版就是麦块版就这样子，你不知道吗？欸、真的啦，麦块版就这种画质啊！你把光影都升级了啊？你把光影模组都升级了？什么是光影模组？没有啊，我没用光影模组啦、欸！真的啦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你看那个天空太夸张了吧？天空就是这样子啊，版就这样子啊，麦块版就这样，你不知道？最好是真的啦，真的假不了，好不好？假的也不会变真的，是不是？你要相信人家，我跟你讲，现代这个社会就是因为太多人不愿意相信其他人。哦、你为什么不能放开心胸相信其他人呢？我不相信你。那为什么不相信？因为太夸张。怎么太什么什么东西太夸张？我去翻前面几集来看哦。好啊，你看啊。真的太夸张。一定是长这个样子，信不信？好了，不要闹了。好 ，OK。那我们现在那边已经弄好了。那待会我们先做个地下室，因为我是希望干脆就把它做一个水氧机场好了。那是什么？把氧机场改到这边来，就是我现在做一个那个、啊、一个往下的空间。
我要在那边盖一个农场吧，盖个农场。我们先准备一些东西过去好了，因为现在已经没有那个没有材料了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斧头。有人说没有啊，画质很好。对啊，有人画质好，有人画质不好，到底是怎么样？对啊，到底怎么样？老皮能够跟你跟能够和我跟秋风两个拍到留念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都抽到的话了，好不好？话就是不要先讲那么早，就是你要先抽到，好吗？可以跟吗？你可以跟啊，你要跟的话。可以当吉祥物吗？可以啊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如果我们说到屏东，我们就要开车去屏东。啊？对啊。不是坐车，坐火车在那边租车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就开车去屏东。谁怕谁？你 OK， 我 OK 啊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You jump， I jump 。你英文不会讲就不要乱讲啊 ！You jump 是什么东西 ？Jump 就跳啊！什么是 jump？ 什么是 jump？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讲念成 jump。台式英文？什么台式英文？什么台式英文？正确念法怎么念 ？Jump。Jump。J U M P 怎么会变 jump？ 对啊，太夸张了。再重复一次。东沙群岛不行啊，就是台湾本岛啦。说脏话的话，我们就到脏话。对啊，没错啊，就是这样啊。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当然，我希望说最好是在桃园啊。欸、yes， 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哎、欸，我在隔壁，然后直接冲过去。安安，安安，那邻居好不好？是这样的吗？不是吧？哦，不，应该是不至于啦。我觉得应该至少可能，反正不要离开台湾太远都没问题。好，如果说当然超东部，我们也只能认了。那如果刚好是垦丁的粉丝呢？那我们就是杀到垦丁去。我们可以拍一个十集吧，我觉得。拍个十集吗？我觉得做一季都没问题啊，这个节目做一季都没问题，绝对可以的吧？绝对可行。他说：“老皮，我住在垦丁的最尾巴。”那我们只能我在垦丁天气晴了，好不好？你那时候是应该是冬天。冬天了吗？没有啦，应该是我那活动会为期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。对吧、啊？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，所以应该是都还有机会参加啦。对、啊，应该都……哎、欸，怎么矮啊？这太矮了吧？真的、啊，这呵呵，我以为我下水很多哎、欸，就其实还那么矮。我觉得你那个水池比较那个。不要这样。我觉得你水池还比较低、欸，高度比较高。你该去水池那边，然后做个那个螺旋下去就好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要做好几层啊。这边盖个仓库好了。反正都盖了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为什么一定要开车？去问秋风啊！”你去问秋风呢？秋风说：“我要开车。”没有啦，就是开车去的话，我们才可以载礼物啊，因为我们礼物那么大，对不对？虽然说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拿到那个礼物之后就把它塞在桶里面，只是为了想看我们两个，好吧？但是真的啦，你要那个礼物，你再去报名那个抽奖活动，因为抽奖活动的话，老皮会分好几个不同的抽奖的单位啦。哦，比如说有一颁奖啊，一个是那个。粉丝面对面讲啦，不要就是让我们特别带的东西下去，就你把它拿去丢掉或怎么样，其实我们真的会很难过，会真的很难过。因为虽然说那个是，虽然说那个是老皮 A 回来，但是真的我可以跟你讲，你在台湾找不到第二个，那只有那个东西，除非你就去找那个人，对啊，只有一个，第二个是吧？有人说可以把罐关掉吗？头有点晕哦。会晕？为什么会晕啊？不会晕吧？三 D 晕啊？不会晕啊？不会晕啊？你们说礼物不会是人形立牌吧？不是，绝对不是。我不知道啦，有点类似，但是可能还是没那么相像。对啦，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这样啊。亲笔签名的嘛，你们不要这样嘛。哎、欸，真的很辛苦哎、欸，那天我带回来的时候超级辛苦的。等一下，师傅都是我在搬哎、欸。都是你在搬是没错。对啊，那你不能喊辛苦啊！我说你很辛苦啊，你很辛苦，我就代表说，哎、欸，这个还是很辛苦嘛，对不对？哦。对啊，哦、对不对？因为我刚想说超级辛苦，我没说是我超级辛苦啊。好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其实秋风最辛苦。秋风最辛苦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秋风还载着那个立牌到处跑。他还载三个立牌到处跑啊，这个应该是最辛苦的、啊。因为我们后面不是有去吃饭？有啊有啊。对啊。对啊。有人说是充气娃娃，充气娃娃，你充气娃娃，你们一定要这样吗？你们真的那么想要占有我的肉体吗？不要这样好吗？哦，色啊，越来越色了，观众实在是哈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东西之后呢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开始来做一些工具了，不然现在没有什么工具可以使用。我们来检查一下，钻石可以做钻石剑吗？还是它的那有肚子会有异啊？做做看吗？做啊。
可是我感觉有点浪费。我觉得你钻石要做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做什么？做那个。我觉得你的建议都没有什么建设性。好啊，那我走。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留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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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六六，没有，我说五六六而已啊。你可以找，可以找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我觉得做剑有点浪费。可是重点是我要怎么打怪？可是你现在还没有装备，你拿拿剑干嘛？我可以先去刷怪啊。那个那个钻石留起来做附魔。什么钻石留起来？就什么来做做附魔台？对啊。附魔台？为什么？附魔台需要用钻石啊！附魔台需要用钻石啊！对啊，嗯，也是啦，除非你現在是洗钻石，洗钻石，钻石它里面就有那个啦，我只要一直有那个历史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你就一直洗啊。可是现在就是没有材料啊！哦，你伫咧，你是伫咧，你是伫咧，龙大呆哦你哈，龙大呆，人形抱枕，怎么说老皮大鸡鸡了吗？欸，其实我最近在那个啊，我最近在练啊，老皮现在已经练得还不错了。屁，干嘛啦？欸，安德男出现了。欸，真的吓死了！如果我现在没装备，我被打两下我死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。他现在生气了吗？他叫是不是？就对啊，他已经生气了。不是，因为你没看到他，你没看我，他就说看我。是吗？我就生气。我刚才这边，刚才吓到了，吓我尿都抖出来了。可现在不能睡觉啊。你要打他、啊。打他是不是？好，来啊。你把那个钻石拿去合钻石剑啊。单挑啊！我有锤子。单挑啊！哎呦！我站上面。他去有水地方。没有没有，我站边角，站边角。他要从后面出去。不会。好笨啊！好笨啊！好笨呐、啊！不会，应该不会。哎、欸，帅哥，拿什么双眼珍珠啊？你看是不是技术，对不对？有用，很好用，大家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很好用。是模组好吗？开玩笑，会不会玩呐、啊？哦，不会玩那边雷，为什么不能？为什么不能研磨？等一下，为什么不能研磨？为什么不能研磨？奇怪了，我是不是做错什么步骤了？是那个粉吗？是粉吗？这个吗？这个吗？我试试看好了。有人说太天才啦，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讲没，真的啦，老皮技术很强的哈，不用为我担心，好不好？不需要为我担心。啊，这个啦，会不会？有没有？铁城啊，铁城。就是不会才要看实况啊。哎、欸，只要你今天看了我的实况，你也可以成为麦块生存大师，是不是？研磨，你说还在敲？对啊，你把它敲成那个啦，把它敲成就是那个泥土。你的电风扇应该吹到，每次跑来这边吹电风扇，哎、欸，我都没开冷气，你还跑来吹啊、哦？这么爱？好啦，没关系，给你吹啦。我发现一件。我做错一件事情了，我刚才是不是忘记插火把？哇雪！哎耶！真的，我看下面一堆怪物。哎、欸，先生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这边私人场所哦。对哦，不好意思哦，你可以离开一下吗？你可以离开一下吗？先生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完了！他应该不会沉水上来吧？应该是不会了，先生不理我，算了啦。有人说，可是老皮，我看你实况之后，我连木剑都不会做了。你是有那么夸张吗？哎、欸，是有没有这么严重？哦，你真的那么严重？其实你已经可以申请那个金氏世界纪录了，好吧？有这么夸张哦？每个都讲得跟飞的一样哦，讲到会飞哦。哎、欸，现在已经没有那个了吗？好啦，那我们再继续补充一点东西给它烧好了，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木头了，木头都被我们花完了。我们看一下，还有九个木头，好，想弄一下吧。可是我们今天其实原本是要盖东西的啦，但是现在材料不够，没办法让我们的东西运转，所以还是要去打些怪物，弄些骨粉吧，不然的话材料真的很不充足啊、哦，很不充足。啊，先装个水啦，不啰嗦了啊，不啰嗦。一转圈圈有办法突破吗？你看看要不要在实况咖那边看啊？双咖的网站看的话，可能就比较不会卡了。因为有时候它卡的原因是因为那个退取它网站流量过高，有时候因为晚上可能看的人多嘛，流量过高的话就会让那整个实况一直lag啦。
如果你换一个平台看的话，有时候就比较不会累个，算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